说的意义是什么？一个 family， 一个家人。欢迎收看《音乐记者》，我是怡元。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台湾公庙金属代表，然后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阿林。耶、最近发了新专辑。对，我们最近发了一个叫做游戏叫打鬼的原声带，很好玩，音乐好听，有女生的声音，美女如云，灵异事件，赞。就是这样。这张专辑你们大概做了多久的时间？做了大概3个月到半年左右。因为我们在之前，我们是先收到打鬼游戏的他们的通知，就是想要一起合作，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尝试突破。对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啊，我们这次也很荣幸，就是有去请到一级玩家一起跟我们合作。一级玩家。对对对对，一级玩家也是，我觉得他们很屌，他们都跟暴雪他们就是有合作啊，做游戏这样啊。他们吉他手是那个暴君的吉他手齐安林老师。对对对，他家住在我家附近而已，过去大概5分钟就到。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你的器材，现场使用的器材。那我们先从吉他开始。好，我的吉他就是大家也很常看到，就是这 ESP 的 E2 的 TE7， 然后就反正7就是七弦的意思。后面有 ESP 哦，这正版不是盗版的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这个是小杂音的，我现在其实也用不太到了，可是这个就是装饰，因为它白色，我很喜欢它。对对对，然后现在是玫瑰木的纸板嘛，我现在是用 Simo Duncan 的拾音器。之前是 EMG 主动式，可是我现在是用被动式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手痛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很爽。然后我这边可以切单，哦，这边还可以切单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有时候在刷肯定痛的时候切单，它声音比较清脆，比较好听。对，卡爽。那你弦的就是0954，因为我们的 job 的调法很不一样，就是因为说我们其实你看七弦，大家一拿到七弦就是 standard B 嘛。对，那我们是七弦直接去做 job B， 所以我全部的弦除了第七弦，全部弦都往上升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有想过，我们就直接改用别的纸，就是变用别的纸型去做，可是发现做不到，就因为之前的有一些歌，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旧B去做，包含主唱可能唱也会比较好唱，对，我们大家就不用唱那么辛苦这样。因为像之前泡茶或什么，你之前有弹过给我看，然后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手法是很复杂的。对、啊，我本来有想过用 standard 啊，然后可是后来思考一下，好像有点累。还有就是我这边有一颗那个 shoe。最近刚买的，一定要炫耀一下，就是它这个是 Shure 的 GLXD， 这个是我们的怡元哥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RB 哥，还有我们的宇辰哥，三个人大力推荐我买这个。啊，今天来就顺便介绍一下这个，这个很屌，就上次来哦，你现在没有充电对不对？我打开电量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电量的部分，现在是满电。然后上次我在柔弱表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演到现在还是满电，对，很屌。因为我之前的那一颗很快就是没电就要充、哦，真的、啊，对对对，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。那你现在其实演出都是用无线导线吗？对啊，因为有线的话，其实动作会有一些障碍、啊，对吧、啊？那个障碍或者表演演到一半会很不爽啊，对，所以用无线会比较好。因为上次我其实用这一颗初次上阵嘛，然后就觉得，其实不错。那你选琴上啊，就是因为跟阿倩你们是双吉他嘛，对，那你们的音色分配或者是弹奏的东西上面会你们会怎么样去分配的？因为以前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各自说我们要各自 solo 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我们会互相的去把不同的编曲，就有些编曲可能说谁是主奏谁是节奏，我们分不太清楚。可是我们到了四位铸造深海童话开始的时候，我开始做歌，我就开始有去分说阿倩就比较主奏，我就比较做节奏，对，那我的声音其实就是稍微比较刚硬一点，也不是刚硬，我声音比较高了，比较尖一点，这样就比较烈一点。阿倩声音比较刚硬一点，可是，在整体下去的时候，阿倩在他的一些主奏的东西进去的时候，他声音就会比较清楚。然后我的那个尖度也可以跟大军他的那个 bass 结合，那听起来就是会比较有凶很凶的那个扣感，这样。对，就是我不会讲，可是不是现代 metalcore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比较有点 old school， 可是他的东西比较圆，然后比较薄，他听起来比较爽。再加阿庆他的痛一进去的时候就完美，就血肉痛，血肉痛，对，也血肉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血肉痛，有趣。因为之前是算是台湾区的 ESP 代理人，对，那这个合作是怎么促成的？哦，这个合作的话，我要回归到那个我们的闪音小黑黑哥，对，因为之前 GO 那张的时候，我们聊到其实就是赞助钱的部分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有赞助钱，啊，我们就问他嘛，他说，哎哥，我们想要赞助钱，对啊，就有点厚脸皮这样，他就真的就有帮我们去
敲到这个部分，这样。后来的后续就变我们跟海国乐器那边在对这样。啊，对对对对 ，ESP 好用 ，Good job。接下来介绍效果器的部分。效果器，对，我的效果器顾名思义，就像上面写的 A8。我之所以会买这一台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单颗效果器。嗯，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表演的时候，那个彩排时间有限。对，然后你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。对，这一台的好处就是你一上去，你把效果器放着，然后你把线接完了以后，就结束了，就坐着等，就等就好了。其实也不是说懒啊，只是因为说它里面其实它的拟真程度其实蛮高的。嗯，我网络上看那个时候说93还是94左右。嗯，可是就是就我的自己的感觉是，我真的蛮喜欢它的声音。对对，而且其实我都是做 return 直接进音箱嘛。对对对对啊，所以我 return 进音箱，我自己也觉得说那个声音其实也不错，对对对，虽然我们现场音箱都不收音，我们都是直接 direct 出去这样，对对对对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说，就是至少这个部分在我的表演的状态，我觉得是好的。嗯，然后我自己设的tone就是我有分，像现在上面这边就是一般的破音嘛，对，然后里面有 quad gate， 那我这边是 phaser， 就是像我打开太阳前面的那个就是 phaser 那个音效，对对，就是 phaser， 顾名思义就是左右。可以示范一下，哦，对，我们可以示范。对对对，就像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上面这边是娃娃，然后我这边有个 P2， 嗯，点下去以后，它就会直接跳到我的 Clean Tone 的画面。对对 ，Clean Tone 就是现在这边这个 Clean Tone S1， 它就是有加那个一点 Reverb 和 Delay 进去 ，S2 就是比较木吉他，就是它什么都没有加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可是我平常最常用就是 S1， 因为就是加一点 Reverb 和 Delay 会比较爽。这个是原本一开始泡茶我做的那个声音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这边的话，就是它的效果器会比较重一点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它那个残响会比较多。你知道那个有一点点那个声音还在，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吉他手同病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，就是你结束的时候还有一点声音，你会觉得。对，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余韵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一个氛围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有什么平常会用的痛，或是哪一首歌的痛，你可以特别示范？我会示范一下我们《血肉果汁机生来童话》第一支 MV 的歌曲，这样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痛，来哦，一二三。就会比这个动作，然后再对对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接下来介绍阿里的随身小物。对，我随身小物的部分，刚刚有先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个其实它是消杂音用的。然后我刚刚其实会说比较没什么用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其实现在有点过松，过松，就是基本上有用跟没用都差不多。对，加上我这期右边，我帮你们发现这扭不太起来。对对，我可以换了。可是因为这个其实白色的有点难找，对对 对，我就想说这个就等于像我的幸运符一样，然后我这边还有别的，就是小叮当百宝袋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它设计很好，嗯，那种台中在我们那个年代拿包包这样拿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走路拿包包有两种，一种是这样，对，里面都放钞票的，对对对，啊这样，啊结账买单嘴巴的，哇塞，啊。他们都这样啊，就觉得说这个很亲切。你看这个，就是它的那个形状看起来，就是比酷基还要再更高一个层次。你看那个三角形，然后又亮光一样，反艾迪达两条。开玩笑，那我的那个里面就是插琴布，对，然后插琴布摊开给大家看一下 ，ESP，
哦、ESPN 对 ESPN 的扎心部，看一下我有没有别的啊。我上台表演或是我练习前，我都一定会擦这个东西叫旋油。就是手会比较顺这样。对对，这个就是旋油这样。它这个一直可以用多久？这个一直哦，我上次买好像一两年前用到现在。哦，跟那可以用蛮久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在抹的时候，我稍微看一下还有没有这样。对，其实它这个用蛮久，而且它的另外一头长这样，就你要除锈。哦，除锈用的。你旋如果要除锈的话，就是用这个。可是这个基本上你可以除很多东西啊，比如你要洗咖啡咖啡你要喝谁谁呀，这一支好用，台中亚麦乐器有在卖，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有买的台中亚麦乐器，对，我都去那边买，就那边很棒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是我的 pick 带，它有些原厂附我的 pick 以外，我有印我自己的 logo 的 pick， 就是这个血肉 zero， 对对对对对，就其实阿庆也有一个，然后我也有一个是自己的，哦，所以你们两个是用不一样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不过最近就是那个我们都会先看一下，就是快没我们就会去印制这样。嗯，接下来有什么活动可以看到的血肉果汁机的演出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的活动很酷，就是你们应也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，就是反正我们12月22号进攻盖庙 motherfucker， 对，你们知道了，台中 legacy， 台中 legacy 就永远台中啦。对，护城河当初就被我们这样用坏啊，你们可以来玩一下，这样注意安全。这场活动是否专辑的吗？还是就是？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每年开始我们都会有一个系列专场，我们不会去否说哦否这样专辑，专辑可能只会是在里面的一个系列主题。对，可是每年会固定，对 对, 對，我们每年开始会固定办啊。如果有一天没办，就是那年我们没钱这样。OK， 對對對，希望到时候都可以看到，因为我去过两次吧，我记得，對對對對，就是我觉得每一年都非常好看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血肉果汁机的演唱会。没错，再次谢谢阿林接受我们访问。最后再谢谢我的那个 sponsor 雷布。终于 GO 耶，谢谢。那一件很便宜，一件那多少钱？600块还是700块？对，买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